感觉就像是一盏路灯，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，总是希望有人能经过，也会看见发光的我。声音就像是一段路程，看不清下一站站牌，也曾经茫然失措的追问生命是为了什么，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理想？这就是我的生活，这就是我的快乐，我的音乐，梦想，我的追求。这就是我的幸福，这就是我的存在，我的爱。小龙女龙婷在这里祝愿电影《天下无拐》圆满成功。电影推广曲《希望》向全国公安干警致敬。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、各位传媒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，也是非常荣幸，能够参加《天下无拐》这部电影的演出。给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，然后说上两句好不好？来，您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星光大道2019年年度总冠军龙婷，小龙女龙婷，之前在香港做街头表演的就是我。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天下武馆首映礼圆满成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龙婷老师。